然后在校内半个小时。那你穿什么颜色的内裤？画了自己的周边，然后站到一个学期的学费。我跟他喜欢的女生正在暧昧中，然后他就抱起他。我高中是边缘人，老油宝了。司机摸我大腿，然后我被一个怪人袭击。他说你找对人吗？你是说表情一起上学吧，今天要干嘛？来到走中奖。今天我们来到走中奖的后台，访问知名的创作者们，我来问问他们求学时期有什么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吧。Go go！ 请到重量级人物。好，我们老牛宝了。本人呢，我跟你说一样漂亮。我也是，脸好小哦，跟瓶子才漂亮。你看，你看，今天给他点面子。你呢？真的啦，我觉得他那可能看每个人喜欢的风格不一样。我们要访的都还没开始，不好意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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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很容易聊偏题。我想要问你以前的母校，在求学时期有没有发生难忘的事？高中哦。没错吧？我高中是边缘人，我没有东西没事，你可以说说为什么？边缘人的心境。边缘人的心境，我都在弹吉他。弹吉他，对啊，弹吉他也很厉害。最近一直在弹吉他，然后想说当个吉他手，然后那时候跟班上都没有很熟。国中可能还比较有，一件是不是？我国一的时候。在那个讲台跳啊跳，就是那个司令台，然后班上在集合吧，然后我朋友就我在跳一跳，我朋友把我裤子拉下来，哇，然后内裤也这样，那我国中全部的人都叫我白屁股。一起上学吧，今天要干嘛？我是就读明传大学日文系的小雨吧。那想问你，就是求学途中有遇到特别难忘的事情？特别难忘的事情，就是我在读完大学之后，我还去读了那个硕士，之后我特别没有写出来，所以我那两年的时间就没有。那你未来还想再花时间去尝试踹踹看吗？完全不行，写论文太难了，我衷心佩服可以写出论文的人。一起上学吧，今天要干嘛？我是来自云科大的六子渊。想问一下六子渊，你求学途中有没有特别印象深刻的事情？哇，去你会讲，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宿舍男宿蛮严格的，都不能做什么做什么。但我们那个时候就蛮反骨，就是在顶楼上面故意烤肉，然后就有很多同学不知道是哪一班的，然后就很想，那我们很怕他们就告状，所以来的我们都塞头贿赂一下，对对，塞了他就不能告状，全部都有罪，那最后被发现吗？完了，现在马上会被发现。一起上学吧，今天要干嘛呢？来自东海大学。他们的说他们出席所出，还没毕业。想问一下，你在求学生涯中最难忘的事情？音乐系的求学生涯，充满了对，就是因为讲起来。所以最难忘唯一一样就是音乐系。那你在学生生涯中有没有跟音乐系的搭讪？其实我一路上就是。一起上学吧，今天要干嘛？我是来自台中一中的朱修贤。我们想问问朱修贤，在求学生活中有没有遇过什么印象深刻的？参加热舞社。热舞社。请问朱修贤是？我是 party 跟 party。哎呦！来，别投降，没有。怎么样？失败了。你是 party 组，我也是 party 组，对啊。那最近还有希望重拾这个热情吗？重拾这个热情吗？我觉得可能要改跳有氧吧，要健身一点。对。下面吧，今天要干嘛？我的母校是杨梅高中的六太。想问一下你在学生时期。最印象深刻，最难忘的那一种。最难忘就是杨梅高中，其实只读了一个学期。为什么？是发生什么事情？因为就是不爱，就是比较不学好，比较调皮。对，比较调皮啊，然后就是叛逆啊，然后就没有后来了。
一起上学吧。今天要干嘛？我是洋葱，我来自韩国中。他想问你球场上的荣誉最难忘吗？最难忘啊，就是那时候我有个挚友，他都会去帮我捡。在我那个年代是没有赖的，都是简讯一封3块，然后他就帮我捡，然后他就翻到我跟他喜欢的女生正在暧昧中，然后他就抱起，然后从那天以后他就开始到处讲，然后我就有点被小排挤的感觉。他讲什么？他就说，我抢他的马子，对，他那时候对马子的定义可能不太对，他感觉他喜欢是别人喜欢。一起上学吧，今天要干嘛？我是来自武林高中的李宁学姐。武林高中的聪明，又聪明的。那我请问一下李宁学姐，有没有高中有个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？我高中我很边缘哎，我是漫研社的社长。比较特别的应该是我有一次就画了自己的周边，我喜欢画画，然后去参加那个同人展，然后赚到一个学期的学费。哦，一个学期的学费。对，我自己交了一个学期的学费。我是就读在旁边的国立中山大学。那所以有因为猕猴或是大学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事？大家说会被抢早餐是真的？是真的。我们是骑车上去，然后他就会冲过来，然后你会害怕嘛，你就会弃车，然后他就会爬上去，然后把那个塑料袋拔下来，捞一下说，哎，这个是那个饮料，他就用手戳，咚，然后这样抱着喝。一起上学吧，今天要干嘛？来自我们大学。为什么这么想去？想了解一些日本的动作剧情体验的内容啊，在讲什么？不要说我们的美少快走到一个。对，希望前面有学的铺陈。那学之后真的有差吗？学之后真是不会看剧情。了解了解。那我们想访问一下你在就学在那个大学的时候，求学生涯中印象深刻的事情，开心的。我们要帮东吴大学招生，我们东吴大学的卖点就是美女。美女来，然后我们东吴大学大概是 PR 大概70%左右。不是他们说好，是我们东吴是美女。美女如云是我们卖点。今天我们现在邀请到了我们志祺七七，我是来自新竹高中的志祺。我想问一下，你在就是高中生涯中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、难忘的回忆？难忘的事情可能有两个，第一个是我高中当了3年的班长，然后就一直带班级活动，然后拿了很多的第一名，就很开心。然后我们还破了趣味竞赛的记录，我很喜欢组织大家去做一个集体行动，所以那时候我们班就很认真的练趣味竞赛，然后认真练大队接力。所以你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？我最大的困难就是因为我为了做这项活动，所以我的成绩很烂。我那个时候呢，在班上43个人，我排名41。一起上学吧，今天要干嘛？我是来自 UCLA 的 Ian。重量级，好，一起上学吧。一起上学吧，今天要干嘛？我是来自 UC Berkeley 的 Eric。都是名校。那我想问一下，你们在求学生涯中有没有发生过什么难忘或有趣的回忆？是吗？我含 UC Berkeley 就是出了名很左派的一个学校，动不动就一堆抗议，然后常常就是我要放学的时候一堆人吵，然后一堆警察在那边武装警察在那边挡人群，所以就常常就是下课的一个日常。我们有一个蛮酷的习俗是期末考的那一种，礼拜三晚上12点会有东西叫做 Army Run， 所以全校的学生会只穿着内裤，然后在校内。晚上12点半，真的很多女生也会，只穿内衣。你想看辣妹帅哥的都可以去。好，那你参加过吗？参加过。那你穿什么颜色的内裤参加？啊，我记得那个，给大家看。一起上学吧，今天要干嘛？我是白雪公主，我就读的学校是台艺大。好，想问一下你在求学经历的时候有没有印象深刻的回忆？哦，我大学的时候我是在板桥嘛，然后旁边有个北门街，然后我可能常在那边走，然后我被一个怪人袭击。什么怪人袭击？他说你找对人吗？你是什么表情？我真的被袭击了，其实蛮不舒服的，因为如果是舒服的话就算了。对，而且其实台大真的蛮多怪人。我除了被洗胸之外，我还可能遇到泼屎哥，泼屎哥会乱尿尿，然后乱大便，然后这种的，然后我就赶快远离，超可怕的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在搭公车的时候，然后旁边的那个司机摸我大腿，
他就说哦，你裤子怎么破洞？然后就摸了一下那个洞，检查一下你的裤子。真的。那今天的访问到这边结束啦，大家最喜欢哪位创作者的故事呢？最后很开心来到走中奖到此一游，虽然我们没有得奖，哈哈哈哈，我们会继续加油的。喜欢我们的影片也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开启小铃铛。我们明年走中奖见，拜拜。